霍八将军，您这是？姬家做了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跪下！跪下！ 这都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父亲忠贞勤恳，没有做过对不起公主的事。可天驱是皇室认定的反贼，诸侯都必须绞杀。先查明你是天驱，知不知道他们要同受连坐之罪？ 五阳君是怎么死的？祖灵中的圣物是何人所偿？城里的天驱在哪儿？我想这些答案你都知道，只看你愿不愿意说出口。拓跋将军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你在说什么？够了！我承认将军，姬野年少无知，偷了我的纸套出去玩。我们家是有天驱，姬家世代天驱。 我姬千正就是姬家这一代天驱的继承人，一切罪责都在我一身，与我的家人无关。想不到姬大人是天驱的后人。不，他不是。闭嘴！一个贱妾生的儿子，家里什么时候有你说话的地方了？拓跋将军。 我奉命而来，必须听真话。是我，是我！闭嘴！我是天驱！闭嘴！你终日好勇斗狠，奉迎北路贵胄，你有什么资格继承天驱？还不给我闭嘴！闭嘴！ 那么，年轻的天驱武士，你是否愿意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？国主，已探查到天驱密会的地点。 臣已命鬼夫营集结，连夜出发。天驱大概活不到明日天亮。
一个都不要漏掉，他们手上有孤药的剑。是。孤家受命你全权指挥，西将军有伤在身，就不要惊动他了。派几个鬼符营的将领，前去伺候他。是。臣为这一日已经谋划已久。